大家好，我是小赵。我是波波，我是九一，我是一男九侠。大家还记得上一次我一个人从越南回来的时候，我去我大娘家里面，大娘以为我越南媳妇跑了，不回来了，然后说要帮我介绍对象，你们还记得吗？今天大娘打电话过来了，她说子英和子霞都回中国来了，要我带子英和子霞去大娘家玩，看一下大娘今天想对紫霞说什么，看他们见面会不会尴尬啊？非常的期待。现在我们一家人就出发去我大娘家。可以啊，这紫霞在越南带的嘛。但提这个我们去这么多人太单调了吧？这，那去买点水果也可以，可以吧？再去街上买点水果吧。他们放到家里面不会吃，我买点水果他会吃。紫霞，你要买什么水果啊？我教你说衡阳话好不好？火龙果。火龙果。好多点斤。好钱斤。好多点斤。好耶。好多点斤。好多新斤。好多现金，黄金五块，黄金五块，黄金五块，哎，这个好吃不？你看我一下，好不好？香蕉，香蕉，好多点斤，好多现金，三块五。对了，一期好多斤，一期。五十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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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十，就按个五一了。你这么久还没学会啊？不是，我学会很久了，忘记了。西瓜，西瓜，香蕉，香蕉，火龙果，火龙果，嗯，可以走了。这个季节的农村真的太漂亮了吧？到处都是绿油油的。紫霞漂不漂亮？天气凉吧。这好舒服啊，好治愈啊！大奶奶家，走吧。走，这边去，走哪边去？哪边？走这边去啊！家太大了。家里。我好爱大狗啊。家里。喂。有鱼。你咋了嘛？咋了？咋不整了嘛？好了，哎呀！哎，这就喂，不好意思。你娘姐啊，你儿子你不当牛的人，你莫你拿我一起回。你想我脚下好来劲，我扶把轮吧，我也没管你一句好话，也没把他带到我姐姐。我外甥媳妇应该晓得了吧？你大都大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大娘今个被我扶对不起，你姐还没跟我姐怎么来呀？啊，大娘不差不好接的，我不好接的。就在越南带过来的，在越南带过来过。好，大娘把东西接到进屋。我又买多多了。我从这时候啊，我有那些妈好多句了，外国媳妇我不是我管了，我不问人家儿子去问，我也不问，我妈好多句了。听不懂。听得懂。听得懂不？听得懂吧？有喜欢听懂外甥媳妇，没事，你看我吧，你很大度啊，你大度大量，你不见大娘我拜啊，没有，是我好外甥媳妇，是我好聪明外甥媳妇，我是我的家宝哎，你还有家哥哥好外甥媳妇不晓得见怪啦，你看是不是啦？追到别个不见怪，我都走了来，我
我去你们外甥媳妇家是给我还买锅炉东西在我那，我不好意思吃，自己吃。好了，我来帮吃了，叫他们放点去了。哎呀，我妈对我外甥媳妇病了，已经算了，你回来都快了。我病了，我回老家噻，是吧？我在屋里取的好包还，还说送给我。我带你到哪儿去？把我哥哥好美女又过好了。是吗？我种子种的，杏木是比较乖。我对大仙子好，我连对大娘子都好，对我大娘妈帮的你都不见怪，买锅好了。大娘说看到你回来，她很开心。我原来一块的，我看到你也没回，我忙到你的脑筋啊又瘦又黑，我没得你俩不好哎。我可能有七星，害得我只有我管得去，我真的我不能怪哈外甥媳妇，我也没得怪的。我想管就管，我还要给我儿我你靠不住噻，我说的。我那个也是。哦，我今你把你回来了，我放心了。你外了，又不晓得又不见乖，你又不好。你晓得晓得，大娘是你老公做的，是不啦？家好大度哎，第一生就整有嘞。好，哎呀，我个好外甥媳妇。太好了。你看一下我老公了嘛，我外甥了嘛。哦，你妈好聪明了，好聪明了。我把你妈一个锅好聪明，个外甥媳妇了，锅大的了，锅大的你锅嫩的了啊！啊，外甥媳妇，锅我回去管的，开头我说话你没来呀，我又在我锅里管你，再找一个我女婿你不得来了，晓不啦？我现在耶，你有锅好啊，我是个想到，我你可能就没得锅好过母鸡家，你是锅管不得了，还管得来，还管得走鸟了哟，啊，我还抢啊，还请你过来，我是今个讲。你看大娘，你老了，这个菜你吃不吃得惯呢？吃得惯了啊！回来了就好，我很高兴啊！我虽然对你不住，但是我心里非常非常高兴啊！你回来了以后，两个人啊，不由于到你那边去了，也不由于不能回来。到这边来了，也要一起回，也要一起去，知道吗？两个人要好好过日子啊！大娘就心里好高兴了，知道吗？说啥？大娘好吧？啊，他是真心关心我们的一家的，关心你跟赵强。谢谢你。赵强，他看到赵强从云南回来好瘦啊，他心里面很不舒服。你看我这么聪明的外甥媳妇，我心里多么高兴呀！好的，那吃饭吧，大娘啊，子霞也吃饭。不急啊，多吃点，多吃点，吃的这里有鱼，吃的滚的话你就吃啊，我不吃，我家菜，你自己吃好吗？好，我不客气。这是我们这里最热情的，就是十个菜了啊！子霞今天一过来就十个菜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谢谢大娘，大娘辛苦了。洗个碗，我们这叫洗个碗，没有洗母菜。